定要跟鳟鱼挤在一起，刚刚拿水壶去给鳟鱼，谁把？有人把鳟鱼水壶又拿走，要先上厕所喝水的。那你赶快喝水，小雨，喝完了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就要认真的玩哦，可以吗？今天我们要去找好玩。鳟鱼的水壶被拿走了。被谁？很漂亮的好朋友哎，他长得很漂亮吗？还有妈妈捏住给我亲。真的哦，好，那你赶快喝完，我们要开始玩哦。晨晨你在干嘛？不是妈妈。晨晨，水壶放过来吧，好，我们帮你保管。好了，不用再喝完了。好，再喝一口就好了。好，放一起哈。放鳟鱼旁边。好，那你去坐着跟鳟鱼跟晨晨一起。口罩帮你用。不用给鳟鱼。鳟鱼也有了，那是你的。啊，没有，那是鳟鱼的。没有，鳟鱼也要给妈妈保管，给鳟鱼的妈妈。怎么那么可爱，还要分享给鳟鱼？那是，那你回去做好，来做好，回去做好。要分享给好朋友。